因为最近新冠状病毒哈越来越严重，那证严法师呼吁说，人人要有戒慎虔诚的心，要响应斋戒。那我们就想说，我们先从公家机构来推起，那我们就有拜访了和美镇公所。那今天我们要送餐，是送和美镇公所送了195份。慈济功德会哈，然后我们证严法师哈，然后来做一个响应斋戒哦，少荤多素哦这个活动。然后我们为了新冠肺炎的一个现在的目前的状况，我们的法师这边证严法师这边来提供我们一个素食，让我们大家能够少荤多素哦，来跟我们响应这个，也期许我们也期望我们这个肺炎能够早日能够平息。今天这个午餐的素食哦，怎样？不错，很好吃，谢谢一些。哇，看起来就不错啊。嘿，对啊，很好吃。看看色，看看妈妈的菜。你在家里有没有吃过素食？比较少。比较少。对。那你今天吃了以后，会不会想吃？会啊，会，还会再想吃。还会再想吃啊？对，因为它很营养。